你现在才知道？我现在才感觉才刚过到那个九点的感觉，还想加班吗？那你就在加班喽。好，我跟他十一点，加十一点。好，那就到十一点。然后雕刻花超久时间，真的又十一点了。啊，我明明什么事都没做啊！我那天也是雕到三个小时结束啊，没雕到什么、啊。这鱼都看不出来，这样可以啦。哦，等，鱼缸做好了，出来了。哎，刚刚洞在哪里？给你们看一下我看的画面。好黑啊，受不了啦！这样在吗？这里。好，又是搬砖，好。这样，有了，是这个吧？他要的是这个吧？是吧？你要的是这个吧？我们去哈迪家玩。红色地狱砖，这是什么啊？是那要是加要自哥己制达作的的，吗？对。地狱疙瘩，我看看我有没有地狱疙瘩。为什么纸箱都会被吃掉啊？地狱疙瘩加哦，简单。感超紧谢张，超级留言啊！你怎么没有留言？你只超给感我谢超钱，级留言，我感谢假的超级留言，没有留言。我要看你的红龙。快！安德，这个也要有意义一点啊。没关系啦，你们要休息就去休息嘛，没关系啦，真的啦。对啊，明天要上课了，上几天课我要放听假你的，我听你的，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了。啊，这是你自己雕的吗？没有啊，这啦，不这是。是生什么鱼的？生鲷鱼，生鲷鱼，生鲑鱼，钓得到的啊。可是这个不像红龙，红龙很长很长哎、好，我去拿，我去拿，我去啊！还有，不用紧张。哎、欸，要东西嘞，那你放鲶鱼？我这边各式各样的鱼都有啦。有啊，我放鲶鱼上去了。我这边也是有啦。啊，歪哎呦，了，糟了。等一下，什我么东西在爆故炸？意的，我故意的。哦，诶、还是排没水，有人回哦，5块钱不能留言哦，感谢梦梦的10块钱。原来5块钱不能打字哦。哦，抱歉。鸡蛋啊，感谢感哪有谢，教主在干嘛？我没蜘干嘛，蛛？在玩。等一下啦，我的卫兵在引爆苦力怕啦！哎，这样好棒哦！好了，不过去回安处。啊！还我！还你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的战斗告示牌突然粘在墙壁上。赶快变白天！为什么有地狱没有天堂？因为没有加模组进来吧？对啊，有天堂模组吗？他有加进来吗？有独角兽的啦，独角兽但不是是那个巫师的巫哦？师对的。啊，可是感觉很像天堂啊。要启用什么东西出货？出什么货？这一批很新鲜哦，很纯哦。很纯哦。很纯啊！存哦，还有临时碎片，这不用啊哈！杰克我加一堆，扔都掉！爆出来。等一下啦，为什么你家楼下长那么多香菇？你故意种的对啊，要保那个茨菇啊，茨菇要哦，原来刚才在讲这茨个菇哦。哦，原来是茨菇哦，护国好哦。观音。你给我把箱子腾出来没有，还啊！没要帮你出腾出货，来。还没。这个人真的很麻烦呢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哎呦，这个人哦，你这个人哎、欸，哦，地板又有人尿尿啦！拍谁？我等下打掉啦！你刚都没发现，现在发现，刚才打掉，但是那先拿掉，那先拿掉，物流公司还蛮像的啦。哎、欸，按你拿掉，按 P 按右键拿掉，好了。
哦，断了，红龙，你怎么断了？我要去看看，红龙断了，什么东西？回来回来回来，被破了吗？这样子啊，被延伸，你这样就像吧。我终于要分类完了，外面都是繁星的脚印。那是我的尿，你放尊重。好好说话哦，的尿。好好说话。哦，被风快卡住了。感谢超级留言。的要怎么盖啊？远古守卫，哇，这书会不好盖，单独一个。你现在是看着画面在盖吗？对啊。哇，感谢什么路过？感谢路过，感谢路过。你的红龙没有断掉啊！你红龙哪里有断掉？刚就算过了啊，这边是怪阵有六十五下，原来是这样子断掉。所以里面是空心的啊、哦，空心呢？哦，蜘蛛箱空心，好，不用挖了，不用挖了，红龙可怜。啊啊啊啊！哎、真的很像物流公司，有点像啊。为什么哈进你后面几颗电池不会存满啊 ？bug， 你把它拆掉的这方式就正常，它就存电了。我把它拆掉，它就飞回我家了。感谢超级留言。啊，出 bug， 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不会存满？好神奇哦！要不要存电了？哦。好了，我们离开再回来嘞。啊？你离开再回来嘞？就是有时候一回来又冲不进去了。请问，哦，赞助者通那首歌是什么？那个赞助者通知做会员吗？就格斗宝贝啊。萌萌哒，萌萌哒，萌萌的，萌萌的，萌萌的，原来是萌萌。原来。萌萌的啊，萌萌的，对啊，我盖这个，我直接盖一板块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好了吗？啊啊啊！哦，来来来，我又被卡住了，哎、哦，好麻烦哦，你看你这样盖啊，这样子，哎，不对，那怎么盖比较？也算算，他有在盖吗？他有在盖吗？啊，对了，到了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在干？哦，有。带好板块，这样子就好。哎哎哎哈嘿，还是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还是有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哦，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应该是要雕点骷髅头的吗？我雕点骷髅头，就生怪砖。怎样？你是要他的粉吗？我帮你，是要的粉啊、帮你生产。帮你，帮你生产啊。我分到我家就好啦、啊。哎、你是要用也是可以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大白天的去睡觉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白日梦，想睡觉呗。嘿、欸，你们这些人想要困就想要困呐。哎、欸，全部躺在床上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日全食的关系吗？真的假的？又日全食、啊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对，又是全食哎、欸，哈基你要不要来看？你上次没看到，是全食，画面又卡啦。你看哦，然后就全食之后，你世界会生怪，没插火把的地方会生怪。哦。没插火不出门。
为什么杰克会开始变成叫国王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升怪了，升怪了，日全食国王吗？对啊，杰克国王，因为他是国家、啊，杰克国啊。哦，怎么叫总统要叫国王？所以你到底是总统还是国王？对啊，目前他们是都叫国王啊，就变国王了。哦，都没升怪、啊、国王。那你的王后是谁啊？哦哦，还在等。你看升怪，他在等的观众有没有？他说他在等，他在等，他在等快。看大牌天升怪，这个时候才会有。你都在等啊，要就快啊、哦！哎，机会错过。就再也都没有了，下次等等特价了、哦。除非你不会要活标哦。我要把门啊！你要把门哦！你要把，原来你喜欢门啊！把门哦，村民哦，他没机会了、哦，他们喜欢门嘿。哇！我把门又把纸箱收起来了，那个门又凭空消失又怎么样？把它变成纸箱了。你把门哦哦。吃得很开心哦，这样子。关夜市有差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不是小公主吗？对耶，谁小公主？应该叫王妃吧？哦，所以他的王子呢？还在找，然后还在找门吧？门又是门了哈、哦？一定是没王，对啊，一定是没皇后的关系。嗯。门都没有，他在想念他的门了啦。我做给你啊。你那个门是不是用金属做的？不是，那是用钢做的吗？钢做的吗？不是，他只是用石头做而已。石头做的？怎么了？啊？把你关起来吗？好啊，可以吗？看一下，为什么好像高低不一样？哇，都怪怪的。他就看到我用凿子把它凿出一个洞，爸爸看这里。嗯，对啊，我怎么放置上去没反应？哎、欸，高低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哎、hey ，我让他快速经过一天，又过了一天、哦。原来是这下哦，又过了一天。Hello， 的安山岩。嗯嗯嗯。就想要窗帘，你那时候就躲在里面。反正我把那个凋零块放在那个箱子里，柜子箱子那边。柜子箱子里，你可以讲人话吗？人家柜子就柜子，你放很多柜子的地方。嘿，柜子的箱子里，好，柜子箱子里，对。对，可是你那个箱子会卡住哦，因为我把那个方块给抽出来了。好像这可以抓人呢、欸，里面是可以动的哎、欸。嗯，等一下，你身上有带木头、欸，可以把老师或是妈妈关在里面。好，等一下他。对啊，我这出不来了、啊。他种树的位置在哪里、啊？杰克，你在忙吗？没有。嗯，抓杰克喽！啊，我卡住了，这是哪里？你最喜欢的门？你最喜欢的门？他不是石头做的。我要他的材质哦。他不是石头做的，他不开心。啊、有没有石头门啊？我看一下。有啊，可以敲坏他吗？嗯，哇，你想弄坏它、哦？想要弄坏什么门？啊，这怎么出去了？你说碰撞哦，很不舒服。可是我看的还好啊。你这是喉咙。
还有弹珠哦，弹珠有吗？有弹珠吗？算了，狐狸呀，哦，这颗啊，我想说是什么，就是底下的什么彩色石头之类的，好像哦，好厉害哦，奥利奥吗？我也觉得，杰克，你可以再走进去一次，再走出来一次。杰克出轨啦！啊！白痴哦，白痴哦！杰克干嘛啦？没关系啦，他竟真要盖出来哦，好酷哦！我都盖一半了，你觉得嘞？没有想到这边也都是啊，一模一样。啊，这边的变电箱嘞？要怎么变、哦？还没盖吼，你不然你来帮忙盖。你厉害，你来。我厉害，你会？我若问。哇，那真的升怪了，好恐怖哦。啊，楼下一直没弄，是楼上。所以我可以漏尿了吗？我可以了吗？我可以了吗？漏啊漏啊漏啊！准备好了，开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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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点完了。香菇也点一点好了。好吧。看好久哦。方便的感觉。你真的是做武器比较方便啊，不然你鞋子不能脱。啊。啊，你没差，你是工业的，你没有得。对啊，哎呀、被打掉了。啊，这种刀砍下去就掉了。对啊，它就是雪球。雪球加荧光粉也可以这样子弄。你们那个会飞行的是什么环境？环境给到。哦，我也做一个好了。粉刺店。